有。早上的9:50，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我们又好久没有来上课了。今天两兄弟一起来滑步车，弟弟应该只是旁听，然后就让他在旁边跑来跑去，然后还是哥哥上课。然后弟弟上次其实有陪哥哥上过一次了，可是他睡了50分钟。一上课一个小时。今天是第一次最完整的时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等一下也一起上，等一下再给教练钱。弟弟手太短了，还太小。弟弟有哥哥的那个刺激，真的会很想要，很积极的想学。我很期待2岁带弟弟去比赛。弟弟真的肢体真的是比较协调一点，有哥哥的刺激下，不知道有会不会。成绩还不错，哥哥也换了新的手，他现在骑比较快了，那他换这个软的这个。OK， 弟弟加油！红色啊，哎咻，哇，小骑士，弟弟现在1岁又10个月，开始上课了。1岁10个月，好，我放手了，给你了 ，Go， 试试看。他会了。对啊，他会啊，他在加油练习。他会了。这帽子感觉有点大。很认真的用身体敲转弯。你的那个反了，这个手反了，难怪这么近。等一下哦，这个反了，要起来一下，我帮你弄一下。妈呀，好可爱呀！弟弟也好可爱呀！你练习。哇，这样去比赛很酷哦。最小应该是2岁组吧？2岁，所以还有3个月时间可以练习。哥哥是2岁去吗？没有，哥哥是2岁很后面的。后面。对。快3岁了，哦，没有，哥哥是3岁去的。嗨 ，Go Go Go！ 你会踢吗？往前踢，会骑吗？你要不要骑骑看？要去赛道骑骑看，前面有赛道哦。好，弟弟赛道，哇，第一次赛道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屁股坐着，然后脚踢，屁股坐着，坐后面一点，坐后面一点，屁股在后面一点，然后脚踢，像哥哥这样，像哥哥脚踢，好，推 ，Go。小弟弟，好，他们两个一起上课，好可爱。够了，够了，弟弟走了。弟弟可能要很缓慢。弟弟慢慢来，没关系。走不到一半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弟弟慢慢来。弟弟跟上喽，跟上喽，大家都走喽。走了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这里 ，Go Go Go！ 哥哥走掉了，弟弟加油，加油，弟弟 ，Go！ 跟上，跟上，1岁10个月，冲啊！哦，很棒，很棒，哇，越来越顺了，有比刚刚好很多，弟弟加油。慢慢来，我们不用管他们去那么远了。再见，我们自己来就好了。慢慢来 ，Go Go Go！ 你屁股有坐的比较好一点，好，走 ，Go Go！ 你要走红色的，还要注意故意要走中间。
加油，弟弟！你屁股坐的位置跟踢的位置都不错哦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刚刚那样对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好，你刚刚那样可以啊。走了，可以在后面一点，对对，这样可以。好 ，Go！ 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姐姐出发了 ，Go Go Go！ 成功了，你第一次骑这么远呢。我们又往前进了一点，加油！向前迈进，挑战自己 ，Go Go Go！ 很棒哦，弟弟 ，Good job！ 教练说去看章鱼哦，我们去看章鱼在哪里？对，好，我们去找章鱼 ，Go Go Go！哦，那是熊战吗？你看到哦，那个是金鱼。那我们去看一下金鱼好不好？好，走，我们继续看金鱼哦。加油！此时此刻，其他小朋友看不到身影了，怎么连个车尾灯都看不到了？没关系，弟弟超厉害的，已经第一次走这么远，第一次上课哎。看友的第一堂 push bike。走这里啊，我们走这里啊，弟弟。睡觉，上车睡觉就上车就睡觉了吧，超耗电的，你看你骑这么远。默默的，慢慢的往前爬。加油加油！我们又走了很远了耶。我看到他们了，弟弟，你看，他们折返了，他们在这里，哥哥在前面，来，我们去看妈妈在哪里 ，Go Go Go Go， 找到妈妈了，走吧。你想要看金鱼啊？你想要看金鱼是不是？你看到金鱼，你不找妈妈要去看金鱼？想要去找金鱼，我们要不要找妈妈？等一下再去看金鱼吧，先找妈妈吧。不要，你有你的想法。下来就要跑步去喽，不好意思，二三 ，Go！ 哎哎哎，加油加油！
弟弟来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哥哥来，对，好，不能推哦，好，走走走走。好，好，都来了吗？好，准备喽。好，预报到吗？好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好，来，蹦蹦蹦蹦来，加油加油！好好下课，谢谢。好，去收背板，去收背板。哥哥很棒哦，今天骑很快哦。弟弟成功第一次，不是拜客。弟友哥哥真的有差。你好厉害哦，成功上完第一堂课。纪念一下，值得纪念的一支影片。弟弟成功了，上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放弃，厉害。哥哥今天表现也很不错哦。好了，真的是值得纪念的一支。哦，好，很棒，继续收，拜拜。